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！这戾气是从我身体里传出去的。对了，我和秦剑仙不一样，我是心魔，心魔传出去的功法必带戾气。从今往后，你也别想再造杀戮。你管不住我。 难道只有秦剑仙附在我胸口那股力量才可以吗？小五，你干什么？ 杀戮招摇，我此生可能也就这一次机会了。怎么感觉江武在帮门主啊？阿大，这里交给我，趁着江武虚弱，你先去救其他神主。那你自己小心。走。 就是他的，李晨啊，今天是我救了你，救了万路门，但我以后不会再救你。你记住，这辈子你负了我。